人生太短了，不要浪费时间。我名字叫邱文，我是 JK Land Development Consultant 的董事。在这个领域上面比较需要客户的认可，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应该报名参加这个，让一个有名誉的机构来认可我们这个公司，希望我们这个公司可以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会有更好的前程。我们是一个由有资深的顾问跟一般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一起努力的为这家公司关注我们领导方面的这个课题来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然后我们也有很专业的那个知识来为我们的顾客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肯定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是有很多的竞争者，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新的科技、新的那个信息，来让我们的这个公司有更好的竞争力。只要天天开心，只要我让我的员工们可以天天开心的在这里上班，在这里工作，让我们是过得每一天都是个美好的，我认为这是不是个成功。以公司的角度，我们还是得把每个员工安定下他们的心来，我们会在那一段时间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员工的知识，就在网上面我们就设定的课程，每个早上下午我们都会设定一些课程，让他们补给他们所之前所没有认识的东西，我们都会尽量的让他们去学习。所以我们那一段时间虽然过得比较苦吧，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利用到那一段的时间来提升我们公司每一个员工的知识跟能力。